is important in the market. The geographic origin determin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inclusion features, what is difficult because most small spinners have no inclusions, so it is mainly on the chemical fingerprint. 接下来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些年来鲸鱼石它的市场发生了变化，认知度发生了变化，所以它的价格也一直在一路高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鲸鱼石的产品鉴定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就像我们所有的贵宝一样。那现在呢，我们在做产品鉴定的时候，通常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对它的，就观察它的内含物包体，还有一个呢就是观察它的这个，就研究它的化学成分。因为有一些尖晶石它的颗粒非常小，然后里面很干净，几乎是没有包内含物，那这时候我们就只能从它的化学成分去研究产品。